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好啦，一起唱歌，看谁最大声最厉害，加油！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。姐姐，那我们可以开始玩喽。嗯，啊，猫头鹰校长给我一个任务，如果没有完成，就不能一起玩了。啊，是什么任务啊？就是写作文，题目是我的志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没关系啊，彩虹姐姐，你赶快写比较重要。对呀，我们可以等你写完再一起玩呢。小朋友，你们说好不好？谢谢小朋友，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要做什么耶。啊，不然你可以学我啊，当运动选手拿奥运冠军。可是。不然呢，还可以当校长哦。你看，小猫头鹰校长超级威风的。嗯，还有没有别的啊？那来问问小朋友好了，小朋友，你们长大后想当什么呢？护士、护士、医生、心算老师、警察。哇，好棒哦！小朋友都有好多志愿哦。有了，有了！谢谢小朋友给我这么多的灵感。彩虹姐姐想到长大后的志愿是什么了？哈，你想到了是什么啊？我想要当太空人，到外太空去旅行。哇！彩虹姐姐，赶快带我去！没问题，一起出发吧！悠悠火箭号即将在五秒钟后发射，请系上各位小的安全带。5, 4, 3, 2, 1, go！ 我要带着火箭飞到天空里，看看蓝蓝天际的白云，太阳公公发射暖暖日光。风儿对我笑嘻嘻，闪电突然发脾气，彩虹变成魔法体，坐着白云飘来飘去，真有趣。耶！彩虹火箭！太阳火箭出发！我得比较快，我得比较快！哇！我觉得外太空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对啊，到了太空一定会看到很多很多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像是看到太阳、月亮，或者是银河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其他的行星吗？有什么？水星、水星、金星、金星、太阳、水，太厉害了！我有听到，今天来的小朋友很厉害。都是太空知识家，没错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一起去外太空，对不对？要先经过训练，才可以认识整个外太空哦。啊，还要训练呢？首先呢，要考考大家的柔软度，这样才可以在我们太空舱里面来去自如。太阳哥哥说到柔软度，我觉得呢，彩虹姐姐你有问题的啦。哇，我是不担心你啦。不过呢，我们来考考现场的小朋友，麻烦你帮我挑两个厉害的小朋友。嘿，谁想要来试试看呢？就是你们两个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这边，你们站到中间来。很好，欢迎，非常好。好，我们要到外太空的时候呢，首先要通过第一个训练，就是考验大家的柔软度。首先，把你们的身体往前弯，然后摸到地板上面。摸摸摸，哎呦，小心小心哎！那么快哦！哇，你们的腰真的是蛮软的耶，帮他们拍拍手。好难哦！好，好，你们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站起来了。哇，你用一只手指头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关。第二关呢，要考考你们有没有办法单脚站立，这样单脚。好，那
我们要一起蹬脚站立。好，所有的小朋友帮我们倒数五秒哦，从五开始倒数，预备，开始倒数，五、四，哎，不可以乱动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，叮咚叮咚，好厉害哦！好吧，接下来是最最最困难的，要你们旋转三圈之后，然后停住三秒，不可以动哦。头晕了，哎、欸，头晕的时候赶快蹲下来，赶快蹲下来。不会的，好，他说他们两个不会头晕，那我们请他们来转三圈哦，小朋友帮他们一起数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好停，三秒钟不可以动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头晕，你头晕，太棒了，恭喜小朋友通过三项的考验哦。现在呢，我们的小小火箭号准备出发到外太空咯，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，很好，准备出发，咻咻咻，停，一二三，发射，很好，来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妈妈拍拍手，好，可以回去休息。彩虹姐姐，我觉得外太空真的很好玩呢。那所有的小小太空人，我们准备飞回地球，看谁唱歌可以最大声，有没有信心？啊！好，拿出来，一起喽！我要搭着火箭回到地球去，看看小小世界的神奇，身边处处充满许多小爱心，发现地球实在真美丽。恭喜大家回到地球了！问问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们觉得外太空挑战好不好玩？好玩！希望我们大家有一天真的可以到外太空去探险哦。没错，那来问问熊比，熊比，你觉得今天的小小太空人表现得怎么样啊？咻！棒！好棒棒，微笑。恭喜小朋友得到好棒棒徽章哦！太好了，那今天所有的小太空人，我们要一起集合跳舞喽！一起来跳舞，来集合喽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站到前面去看谁最厉害哦！好，停，好，木头人，好，好，一起跳舞喽！一走，好，挥挥手。想去变成快乐的时光，充满欢笑，学学又玩玩，跳一跳，哥哥姐姐我。是好同伴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起来歌唱，甜甜蜜蜜，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上学一起棒。今天大家一起上太空课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哦，把身体弯下去，摸到地板。三角站，三角站，一二三，很好，接下来转一圈，跳舞了，点点滴滴我们一起来分享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大家一起玩，悠悠上学去，悠悠上学去，下课啦，变成小火箭，咻咻，再飞一次。小朋友赶快动一动脑，这么多美丽的小石头可以变成什么可爱的图案呢？加油加油，答案就快要出来咯。没有错，美丽的小石头再加上简单的线条，哇，就变成了可爱的无尾熊。